骨超锤呢，有没有吓死宝宝呢？各位，现在这个是火烧船呢，火烧船有没有看到？火烧船呢？哦，好恐怖哦！整个大浓烟呢？不撑船了吗？好像那个黑鱼哦。不是啊，你看那个浓雾、哦，太恐怖了吧？那你看这里可以有现场观看呢。哦，好恐怖！这样录到里面的人吗？有没有人呢、啊？哎呀，有救护车！有救护车！也有消防队。哎呀，好恐怖、哦！火烧船呢、欸？哦，厉害！我来，我们来看实际在这边看的火烧锤呢，有没有死宝宝呢？哦，好，那不要录一下蜥蜴、啊、真的是太恐怖了啦！妈妈，我为什么起不来？可以录一下我吗？我起不来啦。妈妈，你看我这里可以有现场观看，你看，你过来看，有救护车了。对啊，你看，放大录影。其实用肉眼看是超大的火，不像你们这样一滴一滴啊。可能用这个看反而都更小，我实在不晓得要哪一只。我帮你拿 GoPro 来。要拿 GoPro， 关机啦！他们的火应该里面有装一些度假。我根本搞不清楚谁是谁。妈妈还在烧哎、欸，烧水灯哦。它里面一定有，我猜度假里面的人一定是怕电灯不够亮，所以就用木根烧火柴，所以应该会烧很久。我是猜的。这样，他们辛苦钓到的鱼也没了。麻人瞎嘛，麻人把马的眼睛都瞎掉了。妈，哇，还有一台船出去了。对，还有一台船出去了。它有不会有船觉得那太恐怖，然后就快速的叫乘客们下车吧。这现场一定很臭，很臭。哎，这个浓烟，而且都染到，哇，而且好长哦！你看那边太长了吧？我要看到哪里？我脸都花了。你们看那个船，那个船好可怜。船在那里，然后这一整块都烟。船刚开始出来的，船在这里。然后这一整块，船刚出来的火，这整块有很多。很多的都是烟，而且那烟还在动哎、欸。对，烟还在动哎、欸。啊，好了，我可以继续现场观看。现场极佳的火哎、欸。看看阿露影要怎么露。哇，我们山都变雾了啦！原来火烧好长哦，还有人在那边走。
有吗？我看清楚比较好。那有人在那边走啊？这里没有。而且有人快速走哎、欸，有人快速的从……还真的？哦，那个救护车人员啦。都听到那个消防车了。哎呀，路远看不要清楚，不过好恐怖哦！你看那一台，就在车那边。哎，不对，那个是船，不是车。喂，接好了，可是怎么录？有没有有消防人员？消防车应该就在这附近，我们来找。哦呦，你看后面那几台消防车，在闪的那红红点，这应该会报新闻吧？妹妹，你不要动。我也猜。好久啊，你不会觉得很久吗？我要拍到它烧完。我也要拍到它烧完。我没有手机。我要拍到它烧完为止。好，既然就这样，我缩小给大家看。是什么呀？呀，你没有手机吗？可是，我是听不懂的，警察，消防车已到场。好，就先这样了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